黄昏一袂凉，陪你世上受创伤。感情已成重，痛入心底，待相逢。是我的苦衷，将你的痴心。在雪花中，等你回头的路上，伴阮的伤心事坚强。啊，风若对恁唱，雨会对你讲，有人在等，有人在等，用目屎等阿龙。心若为你痛，人就讲阮戆。心爱，请你原谅，请你着保重。不愿再会，总是在梦中。再会，总是在梦中。大姐，你来先创啥？你先落去。总是，你要紧无？这位先生，你敢是刚夜醒哦？老先生，你早好点拍啦，你真无意思哦。那敢是阮小弟啊？老先生。讲伊是你的小弟，家己伫个只地头兵面，敢是真歹看？玫瑰小姐，你根本都唔知头唔知尾，地宗是这款做小弟的人，竟然拍人，要害伊的大兄兄嫂，这款情形，敢唔惊歹看？你莫伫遐水面啊！这个阿龙本来就是假，啥物你是我大嫂？你声声句句讲伊是假，那呢？你把证据摕出来啊！总有一天我会找到的啦。你即摆在胡白讲啥？啥物我要甲恁害？你敢讲无？我问你啊，今仔日开啥物龙门啊？老先生，我想你误会啊。伫咧路发生车祸，这永远拢嘛是会。你之前的断定，这件代志是都是派人去做。那是全国一天到啊，发生这尔侪车祸，敢讲拢是我叫人去弄？免你爱人嘴歪啦，啊，有你嘴气哦，我想甲你敲掉。郑总是，你若是无想要伫这尔侪人面头就落去。你上好是乖乖跟阮出去讲，啊，若无赞姐，你足歹看的。陈小姐，我看你生得这么优秀，你的脾气敢无够好吼？玫瑰小姐，我看你这个人还是真讲的，哪会糊涂到替这款人着讲话啊？你已经嫁人做媳妇啊，应该乖乖伫咧厝的煮饭、摒厝内，然后这款场所处理敢无够适合？你连这款场所走跳，不管是思想还是观念，应该足先进才对啊。那你够不够讲？一个查某人嫁人，就应该就伫厝内啊！你，哎呦，哎，这老热啦！哈，你拢伫遮？郑少爷，那你是安怎啦？哦，我规身躯拢伤啦！我知，你有车弄着对无？差不多啦，捡到家了。阿兄，你来遮做啥？哦，是安尼啦。爸就听伊讲，阿龙来台中啦，叫我转工哦，来请阿龙倒去厝里坐坐啦。阿龙，咱来请伫外口哦。梅小姐，今日小可歹势，你敢也生气？阮才搁来开。孙惊吼。
你的手这么爱摇，还有你的金甲头这么爱摇，你看你的耳朵这么古锥啊，你的柳叶白，你的眼睛还会放电呢，你看你的嘴这么硬。又去的，我问你，你哪遐尼好大胆，竟然敢走摇篮百米步？啊，唔着好佳哉，我早一脚无赶到，啊，若无忠心，早就无命。嗯，姐啊，让我吃醋嘛，我惊你无爱我。你原谅我啦，好不？我知影你上好，你上疼。你原谅我啦。好啦。我要洗身躯，加到一条手巾。是。姐啊，啊，迄个钟欣哪无送你转来？伊还佫有代志，伊先转。哈？足过分的！你人家安尼，应该送你转来才对啊。敢咱样讲啦？啊，你家己的，今仔无去上班。我袂爽。袂爽啥？好啊，啊袂爽就袂爽啊！姐啊，我甲你录脚趾耳，好不？好不？好啦！爱死啦！我甲你。你声声句句讲伊是假，那呢？你甲证据摕出来啊！奇怪。单方听到阿龙是假的时阵，是安怎有一点仔反应拢无？敢讲已经知影阿龙是假的？无可能啊！伊若知影阿龙是假的，哪有可能安尼放点点啦？嗯？我为怎样歪利用这点？你人够小家，喂，姐啊，我忠信啦。忠信啊，啊你是还阁有啥物出头啦？啊，我有一件真重要代志要甲你报告。好啦，有你讲看卖咧。哎，姐啊姐啊，我发现哦。迄丹凤，敢若发现天师的身份安尼？是啊，丹凤已经知影天师的身份，这边哪可能啦？是安怎无可能啦？哎，姐啊，我伫迄丹凤的面头前直接呛讲，这个阿龙是假的呢。啊，丹凤竟然一点仔反应拢无，故意伫替天师伫辩解。姐啊，啊你想看卖好无？安尼毋是真奇怪？姐，哎。我是好心在甲你提醒啦，要信唔信，迄拢由在你。是讲吼，你唔通去予天师卖掉了，过来怨叹我无甲你出头啦。丹凤是毋是知影你的身份啊？啊，你先那边甲我讲。到有即款代志，谁甲你讲？你先莫问我，谁甲我讲？你先甲我讲，到底是毋是这样代志？不用怕。加上阿凤也真正知影讲，我是假的咯，敢肯嫁我？
伊也真正知影，我即马敢要跟有这个名，伫迄只甲欧龙爸讲话啦。我哪知影恁两个是毋是串通好势，要来甲我装死啊？欧龙爸，阿宏也要甲我合作，唔知看伊肯无？亲戚阿龙已经死啊，即马几个天将拢在伊个手头，伊是安怎在甲我合作？ 我哪知影是不是去予你这新人面顶？千错万错，谁会错？万载回，终是再放手。老爸。 假使讲你也是唔肯相信我，那你为什么开始？那你计划到这为止，你活动去你的身躯边，让我做我原来王天柱。天将的老顽童，对这么开始就回消息了。这边来，我这里叫一个半天将的过来，没来，我挂停了。何龙宝，你哪不知道我伫天将无上阿龙，我过日什么款的日子？ 要过贱钱，我就伫遐烦恼。我明仔载，真正是不是是不是会用发现？我的提心吊胆是为了啥物？你不能怪伤心，我伫遐怀疑讲，我甲阿宏串通，我就真正袂输甲咱四平平无一面通活的，我何必做甲你安尼辛苦呢？是啊，拄则我较激动讲这话啦。 你就莫想伤济啦，这要怪哦，拢爱怪郑宗祥，伊好把新人来加讲遐话。何龙华，郑宗祥这款人话，敢袂听啦？伊根本就是希望讲外甥翁较早别空的，来过看你好心要提醒你。这我知影，我是来提醒你，你千万都唔通阿宏阿仔讲你是假阿龙。何龙华。 我知，都是因为这边阿宏甲我做伙来，我唔才唔敢主动找龙华。像今嘛，我嘛是用伊的势头偷偷走出来。阿妹，你赶紧转，唔好去医生。龙华，我先转。好。真是，你这个唔正经。 我甲你信任白同。喂，郑东升，你甲我较安稳点。后摆你若是敢过来信任我，甲天水的感情，你皮就甲我顶较硬的。喂。 什么人打电话给我？那讲无啥句话就切断了。乌龙啦，伊叫我唔通搁使用伊甲天水的感情。安尼讲起来，伊唔着唔相信你的话。废话。总是啊，迄个乌龙既然遐尔相信迄个王天水，可见伊根本无甲你看伫个眼内啦。将来就算讲伊得到天将。 嘛根本无可能，甲天将分你一半啦！这我嘛知影，咱即摆赶紧想一个办法，找着证据，甲这证据直接互我讲知影，安尼上好。总是啊，咱个古波搁提出来用，你看安怎？什么古波？你毋是有迄个干听器材？你会当想办法约迄个王天树出来，互伊家己讲出伊是王天树的身份，安尼就是有证据。 对哦，伊就敢伫我面头前，甚至伊是王天树。我笑我无材料提出证据证明是假，我甲伊约出来，骗伊这段话阁讲一摆，若有假了后甲我讲，阿公就算讲无全部相信，上少吼也相信七八分啊。对啊，这条情报若是来无阿龙，一定做好假。
福庆，你敢有情报要甲我讲？是啥物款的情报？是安尼啦，我听一钟声，甲江水清用啥计划，我要甲你录音。要甲我录音？是啊，因两个啊，我要甲你约出来，才想办法咯。要让你甲伊讲的话，来证明讲你是王天顺。阿呆，阿爸你讲这情报，阿得淡薄仔行路讲出来。讲得冇，多谢你加工车，这淡薄意思意思。贪财哦，是讲王庆啊，以后若是任何情报，再麻烦你，一定要通知我。我知，我知，要不我先来走吼。想要甲我录音，看谁个上录音。喂，天树伫咧酒店，多谢啊。店的甲阮小弟也有淡薄仔无欢喜，安尼真无面子。是了，袂啦，小我代志，我早都袂记。洪店主，还是啊？洪店主，你哪里来家？想要叫我甲你认，然后互你认罪，我是王天楚正骨，敢有遮尔简单？哎呀，你哪会搞这西门尾啊？你是来留我心，王天楚。老陈啊，甲恁大兄讲话哦，要较正经个，唔通同我讲一挂古事啥个。你毋是在逃避我？奈无怎做来啊？恁嫂也伤忝啊，休困啊。阿爷，我建议，昨吼，你咪发生什么车要甲你弄的代志？迄真正毋是我做的啦，我承认，我歹爹地。阿唔过吼，你唔通安尼，什么代志无证无据。不如我倒来遮啦。是啦，阿龙兄，算起来咱嘛是家己人啊，莫为着小可代志吼，就伫遐互相怀疑，安尼以后是要合作大事业嘞。对啦，昨下代志也无证无据吼。好啦，准拄煞啦。多谢。实在不方便讲，才来引起咱兄弟啊真侪误会。我是在想啦，你是不是用个半一挂时间，咱问兄弟啊好好啊讲一下，无得靠有真侪误会用化解，大家以后相处也较知影面甲，你想袂？好啊，时间地点互你拣啦，什么所在我拢奉陪。我看吼，有一个大个所在啦，我遐真安静，佫无人吵。他跟我上些好了，好。你在哪呀？阿姐阿妈，那个未休困啊。我伫等你啊，安怎？我伫咧酒店等到钟声啊，我唔该约好，明仔要甲伊找一个所在私底下谈判。安尼真好啊！我到时阵哦，想要就想来应诶。对啊，好。明仔载你唔通一条死计爬爬走，啊万一，万
万一我也是无转来，会记的。你还叫天兵将来才接你转去哦。你讲这话什么意思啊？是安怎？你明仔载出去就无转来？好啦，我是讲万一。宗信约你出去，敢有遐尼危险？我这边是要甲宗信录音，我的目的是希望会当录到宗信对我佮对乌龙不凡的声音。我会用这做理由，避免你们狼狈。嘛只有安尼，才能查出阿龙到底是生还是死。宗信佮乌龙就一直有交集。假使讲乌龙唔肯甲宗信避免，还是发现你的企图，安尼你不是真危险。不如好客因得好主，我是无硬是无险，是要安怎会当知影讲阿龙到底是生还是死？安尼，我明仔载甲你斗阵去。你不想甲我斗阵去？你对阿龙来讲，咱是对立的。假使你也是甲我去，阿龙甲钟是因哪有可能讲老实话？安尼我是要安怎调查呢？啊，不过我袂放心你一个人啊。袂啦，我袂有代志。我看也是卖去啦，我无爱你去冒险。好，人生在世，加加减减总想是个风风雨雨，必定有危险嘛，你去面对，安能才有车拼过。我再讲，假如我真正会当查到阿龙爷的话，那是你阿公的面头前，我唔同人成功受罪，你讲对无？我已经有心理准备啊，我希望你嘛要有心理准备。假使我也是不转来，你转去了，你会把这所有前因后果甲我讲讲。你嘛要甲伊讲，我甲回信的，我对不起。有约好，是安怎不敢来？你哦，一天到晚想空想胖，想要提人的命，人惊着死，要来敢来？恁大波人吼，敢剩一支嘴尔啦。是啦，查甫人也是敢剩一支嘴。就袂当讲是查甫人啊！歹势啦，你耳孔有够力，我来讲闲话，目睭你听到。无，我是拄好伫个门口听到啦，绝对毋是偷听，你毋通误会啦。来，坐。先恁再讲，哈。哎，钟静啊，啊，你毋是讲有代志，即摆紧讲啊。天厝啊，忠信啊，恁来叫我天厝啦。哎，这都干那咱三个人尔，你都无迄个需要继续嫁落去啦。是啦，天厝，阮爸吼已将你的身份讲予忠信知影，你伫阮面头前吼，唔免阁隐瞒，咱大家讲较坦白，安尼较有信誉啊。桂小姐，我借问一下，恁爸是啥？因老爸是谁？你敢会不知？
同心啊，你也无甲我介绍，我要哪知影？哎，你莫伫遐隔空隔空好无？我无迄个耐性甲你搬歌戏，我比恁搁较无耐性。我做文静，昨下入门到今摆，你个声声佫有叫王天柱、王天柱，你甚物意思啦？王天柱，我本来真欣赏你达波人气概，想不到你这条裤毛，第五面头前是连你个身份，敢可能落这块板了？文平小姐，我的身份叫做刘元龙啦，你硬要叫我承认讲我是别人，我做文静。我也请你承认讲我是刘元龙，你是搞这块板？明明都是因老爸。派你去天上做假阿龙了，你搁在遐死坐？无啊，因老爸是派我去倒位去做啥物啦？我呢嘛，就要叫老爸出来对质啦。只要因老爸承认讲我毋是刘元龙哦，我甲你讲，我随时水挂落来啦。哎，王天树啊，咱即摆是咧搬倒去找啦。敢讲你乌龙姐嘛无爱承认你是王天树哦？我讲袂啦，我毋是王天树。你真正，把你面当作沙包在拍，我是叫你拍好算的。我跟你讲嘛，你也是跟阿弟乌白龙讲，这个手骨我掉去倒去。你紧甲放开，你紧甲放开啦！阿龙兄，我拜托你，你紧甲放开好不好？文贵小姐，算你是媳妇啦，我早是你讲我是阿龙嘛，啊？是毋是嫁做阿龙嫁伤久啊？已经走火入魔。你以为你家己是真正阿龙？什么走火入魔？伊根本啊，就是想要以假乱真啊！规气阿龙做到底，这人哦独出天将。我讲啥？李宗宪，我最后一遍跟你讲，我叫做刘元龙，刘元龙。你若是跟我底下讲像五四三。你皮个不要了！你根本就是傲人假喷狗！你是王天树，你是王天树！想尽办法，坚持讲我就是刘元龙。啊，这李宗盛哦，伊是用心保守啦，而且逼我承认讲我是王天柱。我不知伊安尼做的心态到底是啥物。伊是逼我讲，我承认我是王天柱以后，要找机会害我死。这个人真阿囝，啊，都明明讲好啊，还搁点啊想空想胖。不能吧？我看。你要夺天将的计划，是不是？哎，无咯，安尼要哪会行去啦？不用怕，第一种是一心一意想要夺掉我是王天柱的这个政权。我若是淡薄无小心，我的名随时都会无去。无得空，咱即马伫咧遮讲话的内容哦，已经扣落去了。啊，是讲伊进前，唔知已经透露到啥物？我咧想看卖啊，安尼是要安怎搁再算落啦？天叔，啊无安尼啦，我搁带人吼，惊弄生啊粗肉，替你出气啦。这嘛袂惊啦，这怕袂惊啦。天叔，啊无你着爱乌龙爸安怎做？啊你才肯继续执行咱的计划啊？我要提伊的命，不会死。啊若无，我绝对要登去天将。你想看卖啊？我是等于天将，我第一种想，不过老金我知影我是王天柱的时阵，你也想看卖啊？我的路场是偌凄惨，老金我一定想要知影老元龙伊的生死，生啊人藏在叨位，死人先怎死？跳上台，煞来。伊就想要知影我冒充刘元龙真正目的是啥物，背后阁有偌济人。是问到这，眼球变紧，脖骨抽筋。
紧。我三分七分早就走走去啊，十条性命嘛无够死。发呆，我即摆是派人去遐做掉，唔免。我前就会死。您拨的电话未开机，请稍后再拨。阿龙已经出去几天啊，奈到今麦未回来，伊敢会真正出代志啊？袂用的，我袂用戆戆伫遮等。无你看，伊今麦有危险，需要我去甲伊斗相共。我一定要出去找伊。你敢要相信？等下这个病啊！会插在你的大腿内底，啊！你的大腿袂疼，也袂流，不行。你甲我骗？不信，好，来试看卖哦。你要注意看你的大腿哦，吼，搞好。一、两、三。安怎？安怎？你啥物？你啥物？你搞的年纪啊！高兴啊！你来写臭啥？你有去？那就喜欢，你叫我来看啦。好啦。你写创啥？无啦，我都变无错，又去看啊。又去的，还阁是一个囡仔，你莫来气人。你是安怎啦？我心情无好，叫伊来陪我算敢袂用的。是安怎心情无好？是不是因为刚提出讲好，讲无成功？向遗憾要甲伊讲好，我是叫我家己录音无录好啦，都无一句通用。哎，讲到录音，我想要问你，是安怎讲好才甲录音？落去做证据啊！伊款人哦，招济毋捌输啊，招输毋捌赢，莫会敢若放过。啊，非得恁讲好无成功，啊录落去也无落去，就是共款啊。哎。你唔知影。哎，阿龙嫂，你就海行。喂，阿龙，干嘛来遮？哎，龙姐，这地遮拄好，阿龙嘞。你若找我讨啦，你敢有甲你的翁叫我吃？阿龙讲，伊今日甲你有用，伊到今麦未转来，我当然嘛找你讨啊。哎。我是生病，你生热，你唔通什么代志哦，拢热到遮来。总是，你要去倒？心情无好啦，先等伊。哎，总是，你走。哎哎，恁家三姨半暝在找阿妈，是着到平安呢。你不是刚结婚，我即摆去大美馆，我心头无路咧找新地沟，安尼以后孤孤单单的日子是要安怎？我来找到这来，迄是我烦恼，伊迄无体谅我小弟，唔知要出什么恶魔所害伊。我当然要来这找看卖。
姐，我到底是犯了你什么？两位老师，莫讲我明白。你家己心内有数，免我搁加讲话啦。用刷，你甲做掉，才做掉。清楚了无？你即摆是安怎？刑事在门口更新。胡良伯，地主是本来是该死的，因为你一句话我嘛饶伊啊，这就表示讲我对你的敬重啊。安尼我是毋是爱感激你？感激你对我的敬重。我今日是想要了解一下，人我人当初是伊是安怎叫我害死？我无其他意思。阿龙人都已经死啊！你问这是要做啥？你是天主，不是阿龙，嘛不是阿龙，是啥物人啊？我敢若是好奇，为什么田宗成伊会讲遐话？是不是乌龙巴甲伊有啥物特别的关系？是不是你想要利用我得到天宗的资产了后，甲他去边啊？你讲这啥话啊？讲来讲去哦，也是迄句话啦。你哦，都是无信任我这乌龙爸啦。乌龙爸，我毋是无信任你，是因为田宗成伊安尼讲，会引起我一寡联想。老师讲，我无想安尼，我最后结果是叫杀人灭口。我是毋过继续无想阿龙落去。田叔啊，我哦是足无想要提起着往事啦。阿叔，你若是坚持要爱知影，我哪会容易啦？当初是代志就是安尼啦。
我提供着枪支的啦，啊，我哪有参加着意见啦？也毋过开枪的人是过天。假使你也是坑了财财，郑兆成超可能会利用这个证据来破坏咱夺天将的计划。找无证据啊啦，枪支甲尸体吼，拢是我处理的，我处理甲清气清气啊。安怎处理？枪支甲尸体吼，我拢填海啊啦，死无对证。手机也无开，无声无声，害我真烦恼。歹势，我搁乌龙在讲代志，我电话无开。查出来，结果是安怎？乌龙冒险，是乌龙忠信过天，伊先让联合起来，把龙害死。阿龙。伊的尸体呢？尸体较轻，伊拢等伫大海。阿龙，我可怜的阿龙。对不对？是的，阿龙已经死了。至少咱知影讲是乌龙。过天忠诚，恁三个人拢害死。恁三个人为什么要害死我阿龙？为什么？讲白一个矛盾，我搁伫咧想讲，假使阿龙也是有死，也是要回来，我唔知我应该去叨位咧。免点啊声啊啦，你来啦！啊，即久的时间你毋是伫睏，啊，走来遮创啥？啊，我著想阿爸你啊。啊，都爱恁阿咧陪伴你啊，啊，我想我即个老爸。啊，都爱恁阿无去啊，睏袂去，毋知想讲要来找爸讨人啊。但你爱恁遐尼济。啊，逐遍带回来拢无同款人，啊，无借问下吼。啊，你即马爱恁阿到底是啥物人啊？爸，你莫搁低声啦。我爱恁是地藏神，你也毋是毋知影。你老实讲，你甲创伫倒位去？阿爸即马当无闲啦，无个时间咯，才要甲你阿五国家啦。可嘛呢？等一下吼，若是我一只猫掠着鸟鼠，看你变哪块？你替我手机要创啥？阿兄，看爸落后尾就食啊吼！我敲开爸母娘白菜，爸叫我甲你讲，我的忠诚甲我顾好，千万唔通会感冒着，知无？啊，你即马呢？是咧恐吓我哩？我哪有咧恐吓你啦？爸，你老实讲，忠诚到底藏在倒位啦？讲啥物话，我拢答应你。想通有乖啊！变成这厉害，当初就不应该。是啊，是我唔对啦，我无应该啊，无听你的话，违背你的意思啦。是的啦，我会改，我一定会改。听起来吼，敢若有忏悔的意思啊？也毋过，你即摆讲的话。是真的，是假的，是真的，绝对是真的。以后我拢一个冤枉，我一定会做到到。既然
到有甚物悔改？我若无给你机会，安尼也讲袂当。我放你走。派我的人入去公司，唔是要食用饭、等领薪水啦，坦白甲你讲啦，就是要监督你行动啦。安尼对于王天树吼，只有一个交代啦。好，我答应。Yeah.